各位比丘，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、沙弥尼，各位居士啊，那么我们现在请方丈，我们现在呢继续呢来跟大家探讨这个观察轮回苦，怎么样发心念佛啊？那么这一上面两个讲次啊，都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死亡啊，更早之前也跟大家提到印光大师呢。床头上写两个字，一个是生，一个是死。生是指的说星球极乐世界，死是指的部位死亡的来临呢。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子有所安顿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我们用了两个讲次呢跟大家提到说死亡呢是轮回的一个转捩点，好好坏坏会在这死亡这当这件事情上呢，依着业力做总结，但也可以依着愿力而有机会超越。这个人生来看呢，你说这个不是都是依着业力吗？依着业力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自作你就自受，你行善你就投身善处，行恶你就投身恶道。这就一般人来说呢，当然是这样子的啊。你没修行嘛，那你就按照你的业力啊推动而进行。但是呢，临终的时候啊，这个有几些特殊点是相当的不同的。第一呢，一切的疾病呢，在这临终之前呢，他是有一些人或者大部分人这临终前，生病很严重很严重啊，没错。这有些人生病就这样嘛哦。但是无论如何呢，这一病一结束，也就是所谓的什么叫病结束啊？不是好，而是说生命一结束，就最后一口气不来。咽下这最后一口气，不管你在这之前你是怎么样生病啦，讲难听一点被插管啦，怎么样弄得不成人形啦，都没关系。不是没关系，就是都不决定怎么样。只要你那最后一口气一结束啊，那个开始呢，那个四大开始分离。那么地水火风啊，我小时候的经验是地大会先离开，我很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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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一从头一路重到底。那其实呢，他真正死亡的时候其实是风大先离开，先没有呼吸，那就是风大。古印度也好或世尊也好，借用这个地水火风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说一个什么一个概念性的语言，这个说地不是那个地上的地，是指的重，固态很重，这个意思叫做地，或支撑的，这叫做地。那个也不尽然是指的骨头，那么死的地大分离，地大分离并不是指那个骨头就散开来了，不是这个意思的，是指什么呢？是指的说你身体那能支撑的力量没有了，所以虽然它是硬邦邦没有错了，可是它站不起来了，它站不起来。即便是真的有人死的时候，他手就钉在那里就不能动了，他慢慢的呢，那细胞腐化之后他还是会软掉的，也就是说他不能够支撑站起来走动啊，举重啊，他已经没办法了，是指这个意思，叫地大分离。那么呢，风大分离就是那个气出的多进的少，已经没有那个气鼓动着你身体的那个力量。你要知道真正鼓动你身体的是那一口气，是那个，不是说练气功的气，但是呢也接近那样。你要知道武术家
真正能练的是外练筋骨皮啊，内练一口气，实际上是练那个气的，是这样啊。无论是外加功还是内加功，最终合一的时候，筋骨皮的力量是透过内在的气而完成的。尤其是内功、内劲，它都是用气在表现。所以人的身体那个呼吸不顺畅，慢慢的没力气吸，也没力气呼。那都不倒是有能力呼出去，呼出去多，最后呼吸的是很空洞，没力量。一般人会恐惧，那就是风大。风大，接着呢，心脏不跳，水大。水是指身上一切流动的液态，包括你的那个淋巴线啊等等，这些都是液态，不一定只有指血液，就是液大，水大了，水大，风大，水大，这最明显。心不跳，这个水大就不动，那不动就它不能够再支撑你，那就是分离了。好，那么呢，风大。吸进来的空洞的 没作用了，哦，也不能支撑你，那最后一口气吐掉，死了。那么这就是，风大分离。所以不呼吸，心脏不跳。再来火大是什么呢？地水火风，那个火是什么？没温度，没温度。一般来讲，火大最后离开，哦，那么风大基本上是最早离开，所以先没有这个呼吸，然后慢慢心跳停止。当然也有人说是两个同时的了，哦，也状况不太一致，但是基本上我们说他没呼吸了。那没呼吸了，我们知道他没呼吸，就是要用那个卫生纸啊放在他鼻头上，鼻头上，因为不敢摸他嘛，那么鼻头上，哎，他不动。不动，我父亲往生，我就是这样去看的，哦，那最后离开的是火大，火是什么？温度，温度代表着暖室，也代表着你那个自我直取的意识心的所在，甚至第八意识的所在，那其实是同一个识啊，识心的所在。所以我们说鼎盛衍生天呢，啊，人心恶鬼附啊，旁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，就是指的说你的最后那个意识的心，也就是最后会烫的那个地方啊，在一般的状态底下，鼎盛衍生天，鼎盛鼎门出，这里是暖的，最后全身都是冷掉，就鼎上是冷的啊，热的。好，衍生天。在眉间这里是热的，哦，那么人心二口，心口上还有一口气在，那最后呢，全身都冰冷，就是这个心脏这边还最后的温度在这里最后离开，哦，那么就是人心恶鬼附在肚子这边，恶鬼啊，他意识心会着在那个胃肠那里想吃。所以着在那里啊，它就那里是热的，那么是恶鬼道，哦，旁生膝盖里，膝盖在膝盖的话是地狱，畜生众生，从膝盖里是膝盖是热的，最后是脚板出，从脚底下出的那就是地狱，哦，那一般呢，地狱还分好多种呢，就是一种小地狱。就在山间水边这种小地域，大概你会知得到，知道它那里是热的，因为它慢慢的走。大的地域，那个是那个什么无间地域啊，那是一死那一刹那几乎就不停了，你也来不及去检测它，刹那之间全身冷掉。当然热那里的热可能也最后有一点热，但很快的也就冷掉。那它在无间地域。是这样，所以地狱还是分很多种，哦，那么畜生道当然也有高阶一点、低阶一点的，当然有。他们大部分是牛啊、猪啊、鸡这一类，牛猪这一类，
因为我们爱吃牛跟猪鸡猪肉，哦，鸡也有可能，哦，大概是这样。先在这种大身的众生身上，哦，这样啊，有大福报的，有大福报，他也会投生畜生，他就没有智慧，愚痴，没智慧，会投生成畜生。有福报的怎么样？你看那个什么，那贵宾狗啊。嗯，小杜宾狗好可爱哦，还要怎么样呢？还要帮他修指甲，还送，主人要去旅行，要不就带他去，人家不让他坐飞机，坐船，他还跟人家吵架，主人为他跟人家吵架，要不就送他去旅馆，狗旅馆，还要分三星级、五星级，啊，这是还要修指甲啊，几天之后就要洗毛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啊，他就是有福报的狗。愚痴，但是修福报，不听经闻法，那么只是在寺院里头，那是干嘛啊？做一些修福的事情，哦。不过当然修福还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修福能够支撑你的智慧。你连福报都没有，你坐在这里听经闻法的机会都没有啊，是这样的，哦。有人想大陆的居士有人想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办不来，人家办了不来了，他办不过来。没办法，呵呵，你没有福报，哦，是这样，哦，好，那么呢，那么这是畜生从膝盖地狱，大体上是这样，所以这就是暖室最后离开，所以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，火呢，火这个大，大就是元素的意思，或者说，这个元素不是指化学上讲的元素，是指的古代。以这四样东西来看宇宙的组成，就是一些有温度的，那么这样最后分开，这分开过程当中啊，我们会恐惧，因为不熟悉，哦，是这样，是这回会这样，会不熟悉。我小时候因为没有兄弟嘛，没有兄弟，所以自己跟自己玩，那怎么玩呢？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啊。有啦，玩具也玩腻啊，那什么用脑袋玩，我都用观想的玩，我可以坐在那里啊，这样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想想啊，天南地北，我可以想啊，我建一个碉堡，有千军万马来了，我跟他怎么样怎么样啊，我也可以想怎么样，我身体要死了，我好奇啊，死是怎么样，想死了，要死了，哎，就对位了。就进入那个状态了，哎，要死了耶！都开始头皮发麻，啊，开始头不动，头不动，头不动，动鼻子不动，我都还知道，喉咙不能动了，对不？那对，肚子不能动了，以上都不能动了，我现在，哎，好玩了，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最后到膝盖的时候，不敢再下去，赶快醒过来，回过头来，现在想起来会起鸡皮疙瘩，这样，那你真的就是不能动，真的就不能动。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了。过去到底我在干嘛的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是好玩了，是啊。后来我读佛经的时候看，哎呀，地水火风离开，那个地大离开的时候，就是身体非常的沉重，你知道吗？沉重到什么样？沉重到你牙齿要张开来都你都没力量，你觉得好重好重好重，那个手要举开来都举不起来。那个不是什么晚上睡觉被鬼压了，不是那个。不是那个，那个是寤寐之间。那个西医讲说啊，那个什么神经受到了什么制约啦，怎么怎么，那个不是的。我们是清醒的，就躺着，就躺在那。我都还记得那个躺在哪里，是夏天，躺在一个那个蔺草席上面啊，蔺草席，大陆大概没有这种草席，大甲才有，大甲席啊，大甲席，我现在还在用哦，只剩下一个还两家在编而已。这个不树，这个不树，这个只是这个叫对，这个叫大甲草，但还不算是蔺草，蔺草更细。台北有个老太太在编，后来我为了支持她，我拜托她编了一个很细很细很细的这样，但听说她年纪大了，最细的她编不起来了。我想要留一条干嘛？将来死的时候包尸体啊？不是啦，不是这样啦，那太浪费了。是本来是要做一条供养长老的了，啊，都来不及供养，长老都给我教导了。他说我那么老了，干嘛用那个东西？用了浪费，你留着自己用。
哇，不好，没办法，当时做的是要供养长老。好，那么呢，我还记得我躺在那蔺草席上面玩这个事情，好几次都玩这个，后来怕怕了，想起来怕怕了，算了，不要玩了。这样几岁呢？小学二年级到三年级，我还记得小学二年级到三年级。好，那么这就是死亡的地水火风的离开的样貌。好，真的是这样啊，水不动，液体不动，你就是心不跳，就是这样，心不跳会很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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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那个时候在观想的时候，当然心脏还在维持的跳，可是你就会知道心脏跳的很用力很用力，那种感觉真的就快要挂掉了。我心里头，那小孩子是小孩子，但是傻傻的，虽傻傻的，终究是知道说再想下去就当场死掉，就几乎这种感觉，所以会怕怕的说，哎，买嘞，哎，还不想死，就恢复过来。玩了几次之后，我跟我母亲讲，我母亲就骂我，嘿，你那人不要随便讲话，他不懂嘛，他就不要随便讲话。那我想啊，算了。大人好笨，我那时候想法是这样，大人好笨，这种玩法他们都不知道。有一次呢，我还没上小学的时候，我还跟我母亲讲，我说妈咪妈咪，我们去住山上好不好。你想想看，那怎么会有个小孩子突然间跟他讲要住山上。我说我是讲子明要住山洞哦，我跟他讲我们去住山洞好不好。我娘又说：“哎呀，英啊，你这小孩怎么是神经了？是不是啊？怎么会这样讲呢？”过年的时候啊，我那舅舅说要买新衣服送我一套，那我爸爸就来问我，我妈妈就来问我说：“哎，你舅舅说过那还没上小学，你舅舅说要送你一套衣服。”那我就跟他讲：“哦，那我要那种哦。”穿起来从上面穿到下面一整件这样套下来那种样子。我爸我妈一听傻眼，那什么衣服啊？后来当然知道叫长衫嘛。那当时没有佛教，台湾那个时候跟早年的大陆也是一样，都没什么佛教观念，所以我母亲父亲都不知道那叫什么衣服。我就在描述，我说从头套到尾一整件，没有看不到裤子，裤子在里头。我娘完全不清楚，然后就带我到西门町，当年的西门町还没有拆，从西门町头走到西门町尾，从来都没看到一件什么这种衣服，没有一间店我不进去逛，没有一件衣服我看上眼。然后呢，突然间猛然一抬头，看到里头在演什么，台湾早年不是有一个台式电视台叫台视，有个节目呢，在50多岁的人都知道，荣叔学叔应该都知道，哦，辉叔应该不知道，因为辉叔那时候你家没电视，所以你应该不知道什么呢？锦绣河山，知道人举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一定应该大概45岁以上，大概50岁上下都知道锦绣啊，锦绣河山就会出来一个主持人，或者用画的啊，就画出穿那个什么，穿那个中国长袍，有没有长袍？那不叫长衫，长袍那个样子，它不是偏右肩的。还有点像出家人的衣服，但他穿的是长衫，那种长的那种马褂，长袍马褂。啊，我就说，哎，对，就是那个。我爹我娘一看，完全晕倒，说哪有小孩在穿那个的？那个是死人在穿的。你知道，到现在也是这样，死人都穿那种马褂，有没有？还戴个瓜皮帽啊，在。北部啊还有这样，我不知道南部是这样吗？死人是穿这样子的吗？我不太清楚啊。北部也有吗？北部一定是这样，没错，我是北投的小孩嘛，当然我知道，但南部中南部我没看过，我好像也有偶尔也看到，也是戴那个瓜皮帽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然后那个女生死了还这里还弄腮红，弄腮红这样子啊，我会这样搞。所以我就这样讲了之后，我爹我娘说：“啊，过年哪有那穿那样？那是死人的穿的，那是死人在穿。”后来长大了，我跟灿公讲，灿公说：“啊，你就过去是出家人嘛，你才会想要穿那个，还要住山洞，你看看住山洞。”所以你看看，小时候的心比较静，它会延续上一辈子。死亡并不远，投胎并不远。
如果是投人胎并不远，你看四十九天一定要转胎嘛，一定要中阴身要结束嘛，啊、哦，阴间与阳间的中间叫做太平间，是不是啊？那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中阴身哦，不是太平间，阴间与阳间的中间就是中阴身呐、啊。简单讲是这样，那个其实才四十五天而已，四十九天而已。所以不是说真正完全，所以你看有些小孩子很有善根，他看到出家人的没教他就会合掌，有的出家有的小孩是这样，可是呢大人都不以为意，就这样呢读了小学开始心就散了。我们的教育大部分在残害那种记忆的，残害那种心灵，所以要知道哈，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离上一世很久。不是，当然你说搞不好我是天人来投胎，那这样很不幸。如果天人投胎，你这一世只会享乐，你不能吃苦。一般来讲，现在人投胎大部分都是有苦有乐啊，那你应该就是人守五戒的能来投胎。这就是死亡到转下一世，其实不远了。那所以你应该要起，我说在拜佛的时候要起什么？要起惭愧忏悔心呢、啊？干什么？上一世不远呢、啊，那你要惭愧忏悔啊！你今天还能来听闻净土法门的很少的了，能听净土法门的很少，尤其在这个时候。我昨天才想一想，怎么会那么少人来参加佛七？你看看，有一些人去学的什么藏传的什么论了，一堆了去了，还有一堆年轻人呢，他从来就不学老人，因为老人念佛念得不好，都给年轻人看不起。所以也相对他也不愿意念佛，那有一堆没有念佛的了。那再来呢讲人间佛教、哦、人间佛教啊，人间很好怎么怎么的、哎、他也不会来念佛。那只有一少分的几一些长老他在推所谓的净土法门，可他们的作为对于佛教界的某一些人还在吃蛋啊还在干嘛，对佛教界的某一些正信的佛教徒来讲，他也觉得那好像也怪怪的，而且在推那个世俗的什么公民道德、文化道德，啊、哦，庙不去建，他去建孔子的宫殿，哦，是这样子，也让那些正信佛教徒呢，觉得怪怪的，太不亲近。所以你弘扬你的净土啊，我学我的，啊，再加上那电视啊，到处都有这些频道啊，你随便点来这个听听，那个听听，都很好，都很好。都很好，好好好，那个好，那个好，最后就觉得你都听了很多，不实践上面，这里也在叫，那里也在找，因为现在学佛的越来越少，愿意把生命的时间用在寺院里头去护持的人越来越少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环境乐是很多呀、啊，到处都有玩乐的地方啊。你看那个台北，那个每一天每一天，不是每个礼拜，是每一天都有数不完的活动。他还主动，台北市政府主动在 LINE 告诉你哪里有什么免费，哪里有什么好玩，哪里又怎么样，哪里又怎么样啊？选举的时候就抗议啊，就不要怎么样。这次选举好像已经选完了了哈，所以好像整个台湾也没什么人管选举这样子，哈，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上一次那个大陆的法师来晚上，我说我明天你要回去了，要不要到爱河去走一走啊？他说不用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要看你们的政论节目啊，那个比什么节目都好看，很嗨，骂得很凶。然后我说骂得很凶好看啊。我说在大陆没得骂，听你们骂很好玩。他说好，那你就看吧，你专心看好了，那难得的经验。哦，是这样。啊，那么他们，但是呢，这次好像也还好，没有骂得很凶。那好了，那这样你看，忙就是忙这些。所以即便是佛教徒他也很忙啊，所以稍微有一点点善根的，稍能够一点在大寮里头帮忙煮菜，那个庙也找，那个寺也叫，那个师傅也要，那个师傅也要，忙到不行，光煮饭菜就没时间了，你还怎么样参加什么佛七啊什么，所以会弄得怎么样，就佛门里头你会觉得你一定要看那种台湾的因缘、啊、大陆渐渐也会这样、啊、你看好了，那成千上百人在参加法会渐渐就会少了。大陆是因为现在还锁住那个电视台不让你佛教徒办、哦、不开放民间、
未来终究也会开放，民风开了就会开了。那早年没得玩嘛，没得玩嘛，晚饭完了那个去寺里念佛，或者到寺院念佛都蛮好玩的。现在没有，现在比寺院里好玩的太多，结果你的心就不用心了。我们出家人怎样？我们出家人会变成怎样？变成同参共修的人少了。那人总是有因缘的啊，人多很嗨很兴奋啊，尤其我们在新道场，距离又远，公车又少啊。那么呢，一到太阳一下山，这里黑乎乎的，谁敢来啊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哎呀，阿弥陀佛了。早年这里的公车啊，不能讲，讲了你不敢搭。早年这里的公车还有人不敢搭的，现在不会了啦。老林寺一来就没有事了，是这样。那么呢，公车里头还有长发女郎，飘上来又飘下去，是这样，是也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后来那公车的那个开公车的那个司机啊，也见怪不怪，相安无事这样子。我不要这么一说，你不敢来了，完蛋了。是，那么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好了，你看看，所以人家那个都会里头的道场啊，相对还较比好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生死的事自己要了办，你不要以为这样人来共修共住念佛少，这样不好，不是这样才好，这样才能更能够练出你的功夫来，不会大家打模糊仗，你懂意思吗？爱念不念的不会，你就非得念不可，你得要对自己负责任。其实那个天台大师他要求拜法华三昧忏30个人以内，20个上下就好了。干嘛？谁摸鱼马上知道，多了反而难照顾，而且大家就会啊，反正这么多人嘛，很壮观哦，很好啊，那就打妄想。你人少才容易专心，你能感动的那个味道才能够强劲，那么你才有专注的意思。就是说我临终的时候不一定，不要说有这么多人啊，搞不好一个人都没有。干嘛？大家忙啊，连你家人都不一定在旁边，即便在旁边，反而你的家人在旁边，不要在旁边反而好。干嘛？他会哭啊，他会舍不得啊，他会恨，他会气啊。你说你爱我，你为什么比我先死？为什么你不去继续照顾我？老婆在那边骂，老公在那边骂，儿子在那边哭啊，哭什么？娘，你的那个什么私房钱还没交出来，你不要死啊！是这样，那兄弟姐妹大家都在那里比赛哭，干嘛？看谁哭的大声，娘大概会把钱多一点给我，是这样子啊？那你想想看，这样子，你这个做娘的在那里，你临死之前你会烦躁，结果他这么一哭，你亲情的爱恋又起来，所以亲戚。能学佛控制得住的反而好，那就没话说，但也不保证真正要临死之前他会不会顶得住啊，你会不会顶得住？平常嘴巴讲说那个死老公我不爱他，我师父你把他带走，我放生，讲得这么好听，真的师父要找他载我一下子，说去哪里去哪里了，光在路上就打了3通电话，老公你现在开到哪里了？哇哩咧，好像师父要把他吃下去，还是带去出家一样。从今而我再也不叫他先生了。我讲得好好听哦，师父啊，这个老公放生啊，让你带气啦。那我说带气出家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很欢喜。欢喜个头咧，欢喜。完全骗人的。为什么？你没有离开的时候不会觉得可惜，不会觉得爱恋。真要一次离开，而且不知道他去哪里，然后你留在原地，你不能跟那个爱恋心，那个恐惧心，那个无始劫来的贪爱心，啪爆炸，不是你爆炸就他爆炸，要不两个一起爆炸，那你已经躺在那了，呼喊不了了，躲不了，叫他不要哭也没力气讲了，结果他这么一哭哭哭哭哭，那你呢也跟着哭了，你看看。看电影的时候不是这样吗？
拜忏的时候不是这样吗？哇台北都不太会哭哦，高雄的都会哭，因为高雄人比较热情，他就跟着哭了。然后结果我就安排高雄的在台北的旁边，那高雄的开始哭的时候，那台北的本来不会哭的就也跟着也跟着哭了。你看就会这样感染哦。那好了，你临终的时候啊，老公在哭，或老婆想要临终，本来不哭的，哎，这下哭了。反之亦然，儿女也是。有的儿女很孝顺呢、啊，他不是哭你的钱，他真的是哭爹哭娘，哭天抢地的哭。你本来很坚定的，也跟着被感染哭了。所以说，你说亲戚朋友会在旁边帮你助念，我看是阻挠你的机会很大。你连现在的度都没度来，你有度几个？你有带你儿子来吗？啊，有啦，有那不得已帮人家带孙子的啦。是这样子的，那是来闹的，又不是来帮，又不是来念佛的，是不是啊？也有那种的，那个你说是你带来，也不是你带来的，那是来讨债的，那个不是来帮你忙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你想想看，谁能帮你助念？所以说，死亡这件事情啊，很大部分就是一个人孤独的走。《地藏经》不是讲吗？父子至亲无可代受，就这样啊。无可代受是业现前的时候，你那个业就是要孤独的去面对。哎，怎么没有人来助念呢？帮我赖一下，太慢了，赖跟那里赖嘞。哦，帮我 WeChat 一下，帮我微信一下，没有用。那天刚好塞车，雾霾很重，大家都不出门，那你看你谁来帮你助念？所以说啊。要一人与万人敌，思想死亡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要一人与万人敌。那个台北有个比丘尼，现在应该60多岁了，他号要帮人家助念。有个姐妹淘，也不算姐妹淘，就是有个女众居士，他们一家子都很信佛。他很难得的是，他的那个女眾居士的先生也很信佛，男眾很信佛，难得啦，在家人呢能这样，而且还信阿弥陀佛，哦，这更难得。有一次呢，他先生得了重病，好像也是癌症还是怎样，那就躺在床上说，医生说差不多了。有一天，他也在念佛，念念念，哎，他居然说，我什么时候要走？哦，大家好高兴哦。然后就他的太太一时不察，因为大家都学佛嘛，那就很高兴，老婆是高兴了，那我们在你高兴想我们怎样了？但是他想的说，他想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要高兴？我是不知道了，但觉得嘿，老公往生了，我很有面子还是怎样？我不知道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去帮他先生助念，在医院哦，这故事是在医院发生的，在安宁病房。那么就助念啊，那个时候那一位讲这个故事的师父，不晓得也正在哪里帮人家助念。你看没空来，就助念了。助念助念的时候呢，哎，居然念到哦，感觉有香味哎，哇，爸比呢？你看他预知时至又有香味，那就开始念了。哦，大家都很高兴哦，儿女也都有学佛，那么帮人念念念念念，那个先生好像突然间呢，就看他一眼。看他太太看一眼，就没五分钟，本来那个胸口已经没有弹性了，越来越塌了。哎，这五分钟过后，哎，1分钟72下，很标准。哇哩嘞，怎么回事？啊，越跳越坚强，你懂吗？哦啊，好像在跑100米一样，越跳越大，这样看得这，搞得这大家都看得到。他太太越念越没劲儿。怎么不去死呢？这医生这样子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他儿子的女儿，大家都非常失望。我爸没死，是这样，非常失望。就最后呢，医生来了，护士也来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助念了嘛，已经都在助念了。哎，护士一来，只有护士在高兴。哎，
没有哎、欸，北北的那个伯伯北北啊，北北就是那个北北的那个心跳恢复正常了，只有他才高兴，他老婆他儿女都一脸苦瓜相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已经念了半个晚上了，刚刚的功夫都白费了。最生气的是他老婆，气起来就出去了，剩下他女儿他儿子，哎，师父到了，师父到一看气氛不对啊。只有这位老先生活得很高兴，但又很尴尬，活在那里啊，喘得很高兴，你懂吗？然后呢，师父一来一听，一感觉，气氛不对了，不是说有鬼，不是，是干嘛？是这个老先生要高兴也不是，不高兴也不是，一副很尴尬一样。只有那个傻护士在那里很高兴，他就把让护士出去了之后呢，他就问儿子，问了女儿说：“哎，怎么回事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爸爸说今天晚上十二点的，结果你看现在都三点半了。”delay 可能最近阿弥陀比较忙delay 了，是这样误点呢，这个是吗？本来是台铁常常在误点，可能阿弥陀坐台铁来的误点，都三点半，那你娘我娘不高兴走了你看看没死掉，大家都不高兴。好了，那个师父很有意思，师父讲的那位女众师父很有意思，他就说他就把所有人都支开，你们都走，你们出去，来门关起来。他就问那个老先生，就逼问他，你女众比较敢逼问，女众师父比较敢逼问，劈头就问、欸啊、你是怎样啦、啊、你是怎样，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去死是这样、啊、你是怎样啦、啊、不是说预知时至、啊、不是十二点吗？我从来没有那个助念说那个阿弥陀没准时的、啊、你怎么会这样呢、欸、男的、哦、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，不讲就不讲，那不讲那师父就气起来了，就跟他讲说，你要不讲的话以后我也不来帮你助念，你根本就不受教嘛。他说师父啊，真的抱歉了、啊、抱歉，他开始哭了。他说好了，哭完了就问他，那到底怎样？他说我业障重，注意听哦，业障重。我怎样？我已经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三门了，那很好啊，那怎么又回来？我就想到我太太，一念想到太太，就这样而已，没别的，就一念，嗖一下，哎，阿那里家又躺在那了，就这么一念。哦，那个师父劈头把他骂到惨了、啊，没再念佛了，就专心念他，你懂吗？就是把他念了半个小时多，还恐吓他，你给我空空给我放下，你到这个时候你还给我想老婆，你丢脸丢死了，什么啊，一直骂，骂到他痛哭的像小孩一样。后来助念儿女通通不要来，好赶紧去，让他自己去，要不就是找莲友。你看到这种样子，一念而已，都看到三门了呢，都在万佛寺门口了呢。啊，他老婆一个赖给他相片，他看到一相片，马上心就软，一转身出去不出家了，不修行了，就不去极乐世界了。你看，是这样。好，你看这临终多麻烦，多恐怖。你不要以为靠你家人，你自己什么时候起颠倒了不知道。那你就靠同参道友，哎呦，看一下左右邻兵，一个有两兵你较好，一个有身体比你较用啊。迄、那个怪了，迄、那个矮了，安尼，啊，迄、那个少，迄个安尼，要死啊，唔死啊，躲看就看，搞不好你都要帮他助念了，你要等他帮你助念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也不要等同参道友，那怎么办？你自己要拿捏得准，要一人以万人敌，这就是观想，懂吗？这个故事告诉你是真的，那个老尼，那个尼师现在应该老了，六十多多了，他就一生都在帮人家助念。现在这种师父少了，少了，没发心，难，很辛苦啊，很辛苦。是因为我的一个学生，我一个学生因为也在助念，我要他助念赔福报，哦、他曾经住山过，啊，住山赔福报了。那我叫他说，你下来，你先念100万声往生咒。念完了以这个为根本、哦、你去帮人家助念、啊、后来就这样辗转认识、啊、他讲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、哦、
那么还有好些故事，还有一种故事，还有一个是怎样？还有一个最近才发生的，我们不说谁，干嘛呢？死了很不好，死得很不好，已经死了，全身黑，全身黑，不是脸黑而已，全身黑。那也是人家师父去给他开示。那么他的妈妈是有学佛，他的儿子出过家，他有这个因缘，也是男生，儿子出过家，后来给这个妈妈，也是所谓的儿子的孙的阿嬷，搞成还俗了。那还俗不是小孩自己要的，